是这样子吗？瘦身，瘦身，瘦身啊！我们产品没有减肥的效果啊，啊，不要把它当做减肥药。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减掉过多的脂肪。因为好的油可以去掉不好的油。怎么样讲好的油可以去掉不好的油呢？你只要想象一下，当我们今天啊，桌上有一层油的时候，你看它的油怎么样被分解掉。 我们分解油的过程就是说，这一层油，我们放大了看哈，那么小分子的油它有这个作用，可以渗透在里面，然后在第二，它会把它提高一点，就变成这是第一颗小分子，第一颗小分子对吗？然后第二颗来到的时候，它有机会把这个油，这是第二颗的，第一颗的。 第二颗的，那么再有一颗进来的时候，再一个小分子进来的时候，是把它整个的油把它弄上来了，是把它整个弄上来。这个时候，我的水一来，是把它冲干净。所以它的作用最主要是帮助身体里面大分子的油分解掉，然后。 透过你的身体排尿啦、排汗啦、排便排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吃了之后，大便的时候有一层油浮在那一边呢？小便有一层油浮在那一边呢？就是我们小分子的油把它里面大分子的油分解了之后代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对于过多的脂肪减掉了之后呢，细胞脂肪减掉了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那种瘦身的功能，但是不是减重的。 产品啊，主要是以这个原理来谈，所以瘦身有帮助，所以 Rachel 见过吧哈，我们的黑钻，三黑钻，啊，他本来很胖的，现在每一天都穿着迷你裙的，啊，当然，如果我们的产品我常常讲60%的效果，你可以配合另外的48%，效果更加好，我可以说加成那一个效果。 本来可能要6个月的，你可能6个星期就得到你满意的效果，你自己选择。他的量其实也不少，因为他赚多了，他也吃的不少，你可以问他。因为一般上来讲，他想喝就撕开来喝。啊，一般上如果对减重的人呐、啊，因为他不是属于重大疾病，啊。 最少4包，早上、中午、晚上睡觉前。除非你就是说胖到哈，很大只那一种，那你可能就要双份，2包、2包、2包、2包。所以看个人的需求，但至少呢，每一个如果打电话问我的哦，少不了一定4包的。你有问题找我一定4包的。所以在外面有一句话这样传说：找 Mr. Su一定4包的，不用再问。 啊，你既然有问题问我，一定就4包了嘛。啊，我不会帮你减少的，因为营养吸收就是4个小时1包。哎，剩下那些东西怎么样？把它剪开来，啊，你要省的话就加一点水把它喝完。那有一些人不要加水，就拿来当做面膜，有没有？涂在脸上，然后把那角质层磨掉，那留在脸上，干掉它自己会掉的，你不用担心的。啊，可以。 让你的这一个营养精皮吸收，让你的皮肤也有足够的这个必需脂肪啊，所以剩下的你可以拿来当做磨砂。那有我过去都有一个习惯，我在喝以前我会把它倒出来当做头发油，头发都硬硬的，啊，可以当做发胶来用，也可以。啊，有一些人吃了会黑头发，那都有；有一些人吃了会长头发，都有。啊，OK。 来。